我的是牛杂血浓汤，干一干。然后这里的泡菜是我觉得韩国最好吃的泡菜，甜味的，太棒了！哇，好多肉！哇，再点一份吧。这个是烤的牛肉，第一次在这里点这个。还记得我说这里有分酸泡菜跟甜泡菜吗？大家一定要拿甜泡菜，真的超棒。就是这个。好好吃，可好，这个是泡菜饼。找了半天才找到这家热狗店，结果他居然说他休息。我好想吃这个的，我好想吃这个的，这个真的巨无霸好吃，我下次一定会来的，等着我啊，宏大这家热狗店，我们不见不散，好吧？好气、啊。呀，你看这个盆栽很棒哎，这个咖啡店。小金鱼，哎，26号现在是早上9:01，我们是凌晨4:30就起来做发型，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头发已经肉眼可见的掉色了。然后今天的任务是一个采访，一个节目的录制，再加上一个红毯，已经变成那种淡淡的粉色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有点偏橘，然后里面就感觉有点发黄。要大概感觉到这个距离，哇，第一次哎，第一次看 VR 哎，是吧？这个是最近，你想想自己也能在里面播啊？这个不是那个哪个？
这个是白墙，是我，没错，大家又就是我。哎呦！先把衣服先先脱衣服吧。把东西给我呀！全都是来看房的，不知道是谁。快脱衣服，脱衣服！我可爱小女孩们，对不起，让你们想不想忘。呀，정말아름다운에우리일곱요정들이등장하고있습니다심지어좀전에저랑같이중화 TV 의위클리차이나우라는프로그램을통해서인사를드리고왔거든요예사진촬영해야죠내가너무반가운나머지자가운데부터시선봐주시고요 SNH48의유닛그룹입니다세븐센세스인데오늘이렇게어떻게이자리에참석을하게됐어요안녕하세요오늘은너무영광입니다앞으로도기회가 있으면좋겠습니다네네아나의중국어실력을정말탓하게되네알겠습니다평상시에 K-POP 그룹을보면서어떤생각을좀하셨어요우린 K-POP 너무사랑해요기회가있으면같이첫뿜은하고싶습니다알겠습니다 K-POP 그룹들과도함께작품을하고싶다는얘기를해주셨습니다앞으로한국에서의활동도기대하겠습니다예세븐센세스에게다시한번큰박수부탁드립니다한마디더예각오한마디각오한마디저의이번에한국에서많이팔아 많이사랑을받아주셔서너무고맙고요앞으로도더좋은작품을들고한국에서와서더많이사랑을받고싶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세븐센세스입니다네세븐센세스여러분수고많으셨습니다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家雪浓太阳店叫潘春然后感觉我们之前好像来过这儿对雪浓汤店真的好有缘分啊没想到来这家店了之前就是特地想要寻觅这家美食来着走着走着来潘春雪浓然后这里有辣的雪浓汤我来试一试因为我上次试过但是我忘记什么味道今天是非常劳累的一天我们就是又拍摄然后又录音然后又走红毯然后刚刚他讲一下红毯发言红毯发言那个主持人就是我们刚刚一起录过中华 TV 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嘛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规定阿克要回答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Kiki 第三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然后主持人答完之后以为是让我回答递给我然后我说阿克阿克然后主持人说对我说阿克可以吗我说可以可以递给阿克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说又给我说给 Kiki 一个哦谢谢你主持人先生非常的善良对我问题不能白说也是鼓起勇气了要不然我们这边CC的怕腿又会少一点而且我们今天本来说是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准备这个发言说用中文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路上路途就是这种学习拼命学韩文拼命学韩文那是的不要惨了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是要靠我们 Seven Senses 自己上节目的时候不然的话下次怕没说没就没不然下来的话马老师又对赵月成一无所有送命而已我们今天看到了好多艺人朋友哦对看到那个JBJ 的京东汉然后还有就是朴诗妍就是在央视演过一个宝莲灯的三圣母的一个女演员我觉得她很漂亮
我今天还看到防弹了，第一次看到。上次回头的时候，上次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就在我们后面，我们没看到。第一次看到防弹，我觉得好神奇。这是世界名校，就大家的态度，就感觉大家就是所有的媒体都蜂拥而至的感觉，好厉害！只要一走出去，会有人尖叫。我的感想，感觉这出来好开心，就是休息的时间跟忙碌的时间都还蛮成正比的，正比加合理。就是我一直记得老宋出院那一个月，基本上每天都是状态，然后回去睡了以后，然后第二天又要早起，又要练习。最主要的还是就是除了练习，还是汇报自己的一些成果。赵月长大了，记住我们现在在韩国的日子，毕竟每个瞬间都是不同的瞬间，都是回不到过去的样子。就像我们昨天找的那个炸鸡店，它再也找不到，它倒闭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熬那。就是辣的感觉，还行，没有辣白菜那么辣。大杂烩就是什么都有，蔬菜大杂烩，闻起来有种寿喜锅的味道哎。我是看上去感觉有种寿喜锅的感觉。大家喝来喝去还是这个辣的汤最好。陈林的那个有点像紫菜汤，也挺不错，但这个辣的汤就真的很容易让人中毒，特别是它里面还有那种蛋花。就想喝了一口又一口，喝了一口又一口，而且又便宜，只要7500元。我点错了，我点了个莫名其妙的寿喜锅，喂，就像那个烤肉，然后甜甜的加了一碗水在里面的感觉，就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但还是这个辣的家。葱的人，我到了韩国吃了好多葱。感觉满嘴的蔬菜。今天是最后一天，吃的是牛肉芝士汉堡了。现在是凌晨6点，我们去美容室。走不走啊？哦，我走吧。我哪去啊？啊，好，我去。哎，等会儿。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哎，陈琳娜。
沙拉，然后鸡翅是跟土豆饼，还有什么哇，好丰富什么包，这是什么像越南那个什么？那个春卷一样的感觉，然后香肠。为什么拍宵夜那么拍自己的？就这样啊，没了的。你们练很赶紧，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就这样。啊，很像哎，就这种感觉，有点像一个在洗澡的宝宝。那种哎，天鹅芭蕾舞的感觉，芭蕾舞演员的感觉。这个羽毛是你自己找的吗？哦，是那个马老师手工制作的。哇，太棒了，太棒了！再看看你后面。哎，这个也漂亮，但是没什么感受。你隔壁就是穗珍啊，不对，隔壁的就是穗珍，哎，超级近哎。哎呀，我想搂他。你想搂他吗？那你一定要搂他，你不能不搂他。如果你不搂他，你就得给我100块钱。我会检查你有没有搂他的。我搂宋雨晴，你就要去搂是不是？好多次了，真的。好，你要去搂我搂。好，来第一排，来，坤儿，好，他跟我打赌了，但如果他今天没搂到徐慧珍的话，他就要给我100块。靠太近了，赵月。这是小哥，好，请。你看那个人。我加油。感觉我像是他们的 PD， 我像是记者一样。哎，你可以加油，姐，加油！东东也二人，东是吗？东东人不想当的，不想当东东的二人，那就东东的，东姑的，好，东姑的，东姑的是一个意思，东东也是胖的意思。我刚刚还拜访了很多艺人，耶！我们刚刚还看到家人的笑柄，好瘦，脸是我的二分之一呢，哇！对，我感觉大家每个人的脸真的都好瘦，怎么可以这么瘦？好羡慕啊，羡慕怎么说，除了我刚刚说没关系了，胖也有胖的好处，你要的比如说没有啊，摔倒的时候不容易受伤，好像也没这个说法，瘦的人就会受伤，对，有缓冲的作用，脂肪瘦比较好。来过收成品啦，第305届出演了，结束了，大家，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非常正式的通告。巴克斯达，巴克斯达，巴克斯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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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下班了，下班了。拜拜，拜拜，好飞。今天实现梦想一天，大家一起陪我见证了，这真的是我从小的梦想，好幸福，实现梦想的感觉。希望你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天，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真的有可能实现了。以前我也做梦没想到我们是第一个出现在韩国打歌节目的中国女团，没有想到做到了。这是我们最后一天的行程，这是一个采访，然后我们就要回中国了。那才发现这个巧克力的蹊跷之处，好多漂亮的巧克力，你看这个水果干风味，什么琼斯、琴斯巧克力，像那种冰棍儿，有没有？
这是真狗还是假狗？哇，真的！哇，真的狗！喂，司机，您开慢一点啊！司机，悠着点儿。开车了，哎呦，要看后面那个掉头，要倒车了，掉头，哎呦，哎呦，我们又遭遇了一样的事情，就是走错机场啊。这是我今天的姐妹，毛姐妹，她学我的机场，呸，我高级 ，copy 机，我比你高级。毛，我是羊毛，羊毛穿在羊身上。你是什么？你什么？高，什么都不是。这次应该是真的再见了。拜拜 ，Korea。我的饭量就这么一点，好吗？哇哦。没有。对，有没有人想跟我分享一下？有吗？大家想吃吗？想吃。想吃打一。不想吃也打一。帮我放大一下，好像米老鼠。你的双手帮我放大一下。看到没有，在动，它的屁股很像一条蠕动的红色的大虫子。嗨，大家，我刚回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就是。免税店都买了些啥吧？24K 什么 Golden Mask， 就是想买多买一些面膜来试一试，然后也可以多带一些送给亲朋好友啊，就很方便。然后买了这个面膜，其实我已经不需要面膜了，因为我买了很多面膜，所以这个面膜几乎就是很适合拿来送人，然后也不是特别贵。D 家庭的卸妆油，我以前用的都是 D 家庭的面膜嘛，然后我真的很喜欢 D 家庭这个牌子，然后感觉它有点医美产品的感觉，好像韩国的当地人很多人都用 D 家庭的护肤品啊什么的。我是看一个 UP 主叫做韩国东东，然后他推荐的那些什么护肤品啊都是 D 家庭，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来试一试。然后因为我就是什么化妆水啊什么的都有了嘛，所以我就打算买个卸妆油来试试。然后他还送了一个小瓶的洗面奶。这个是一个 Diptyq 的，就是三个套装的蜡烛，然后它分别是玫瑰味，然后无花果味，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果味，那个就是我不 care 的味道。然后我最想要的是里面的玫瑰味和无花果味。我之前都是用那个曼丹的那个什么卸妆水嘛，然后我这次就特意换了一个，就是叫什么 Luna Soul 什么这么多，就是一个。一套三个的眼唇卸妆水，吃这个真的是吃巨资了。我很少买这么贵的护肤品的，就是一个雅诗兰黛的套装。然后我本来是因为这个小棕瓶买的嘛，但是我发现就是它加了一个霜，然后加一个水，lotion 应该是个乳液吧，然后加起来也就是小棕瓶两倍的价格，我觉得挺实惠的，我就买了这个。小棕瓶就不用说了，好像很好用的样子吗？还有一个个人非常喜欢的牌子，就是那个成野医生。我用他们家化妆品，我觉得非常好用，而且就他们家化妆品闻起来就有种我小时候吃清凉糖的味道，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用他们家化妆水，也是衍生出了想要用他们家其他产品的想法，于是买了一个这个非常多的面膜，这么厚呢，然后里面有32枚，哇哦，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就是化妆前可以敷一敷的感觉。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一款。也是精华液，想要试试，神奇的精华液，然后上面写的维 C 100，哇，真的好厉害。然后我平常都是什么挤完痘痘啦，或者是就觉得自己长痘痘，或者是挤完黑头之后，我就喜欢拿这个敷脸，或者用这个爽肤水一起混合着我的美容仪使用。我觉得就是在脸上的效果很清凉，很清爽，感觉毛孔似乎有缩小那么一点点呢。除此之外呢，我还买了两个 New Era 的帽子，一个是看到 logo 是绿色的，然后一个紫色的帽子，很漂亮。到时候我给你们看看，是一个紫色帽子，然后它 logo 是黄色的。可是现在都跟我的头发不是很适合呢。然后这个是我给张欣代购的，这个挚爱阿玛尼的那个，我之前一直在寻找就是一个话梅味的香水嘛，然后有人给我推荐了这个，我就去闻了。这个应该是。
不是浓香型吧，它这个就是最卖的最好的那一款，然后很便宜，在免税店上面390块钱就买到了，就是打完折以后真的非常优惠。好了，这就是我这一次去韩国免税店买的东西，总之这一次韩国之行非常圆满，大家晚安，然后谢谢各位来接机的大家，我要减肥了，我真的要减肥了。说完要减肥，仿佛被听见了我的心愿。然后这几天我就发烧，我就真的瘦了大概3斤的样子，现在就真的变得非常的虚弱了。那么本期绵羊 TV 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拥有自己的梦想，追逐他们吧。